嘉宾，还有来自全国各县市的老师、同学，还有很多的家长们，大家早安！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北市市民广场，参加由教育部指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主办的105年度全国疯狂猫咪杯创意制造市集的活动。我是今天开幕典礼的一个司仪岳子忠老师，非常荣幸能够跟那么多优秀的创意人才齐聚一堂。那么今天这个活动呢，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希望办理这样的活动，能够鼓励师生还有家长们呢，都能够重视运算的思维教学，培养学生逻辑思考，还有运用科技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办这样的活动。那么今天一整天的活动，我们大概分成为两大主轴。第一个主轴呢，就是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我们主舞台区，除了进行开幕典礼之外，下午还会有颁奖典礼，还有摸彩，同时会有非常多我们新北市非常优秀的表演团队呢，会在这边呈现他们非常精湛的表演艺术，供大家来欣赏。那么另外一个主轴当然就是今天的活动的重点了，就是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北中南东以及外岛12个县市，总共50个摊位呢，会在我们的场中央来展示各县市的创意的作品。而且特别的是，他们我们不仅是静态的展示创意作品，我们还特别分成了 Scratch 开放硬体玩科技区，还有校园创客样以及亲子创客区这3大摊位区呢，让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创意的闯关活动。那么通过了闯关的活动，我们还有非常精美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希望用这种轻松有趣的游戏的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体验创客精神，从做中学的一个乐趣。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大概活动的主要的精神所在。那么现在呢，主舞台区我们就开始用简单隆重的开幕典礼为今天所有的活动来揭开序幕。那么首先开幕典礼一开始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新北市一支非常优秀的表演团队庭威醒狮剧团为大家带来精湛的古艺表演。庭威醒狮剧团呢，不但是我们新北市优秀的表演团队，同时他们的足迹也踏遍了包括亚洲、美洲跟欧洲，在世界各国都做了非常好的艺术国民外交，有非常好的口碑。今天非常高兴，就由他们为我们嘹亮的鼓声揭开活动的序幕，掌声欢迎庭威醒狮剧团。
成设计也好，亲子创作也好，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可能父母亲还停留
所谓的电脑或者手机，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觉得说它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也好，或造成学生在学习上的困扰也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未来城市这一块，还有资讯这一块，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素养，必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不要让学生成为资讯的受害者，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未来我们学生可以如何主导城市，主导资讯的发展，用比较正向的态度来了解这一块，也鼓励他们做创意的发想，把城市这一块、把设计这一块、把心理这一块都融进来。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把这样一个东西一起融合进来，就是希望把家长的观念、家长跟亲子共作部分一起结合。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够跟家里教育中心、我们新北市自己的伙伴来结合这样的一场的大型活动。那在此代表新北市政府祝福所有的伙伴，今天这一场的活动都能够收获满满，也祝福所有的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祝福。那我们科长也请留步，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请科长呢跟四位贵宾一起来为我们进行至于今天我们的活动的开幕启动的仪式。我们要请刘宇芝教授、刘丽华经理、曾一志副研究员和玉婷主任，我们一起到台上来好吗？工作人员麻烦，我们要请五位贵宾呢都各拿着一个这个道具的这个积木牌来，我们请给贵宾，贵宾到台上来。我们每一位贵宾手上都会拿着一个积木牌，道具的积木牌哈。等一下呢，我们要请贵宾一一的贴到我们后面的背板上面，来象征今天的活动的正式启动。来，我们五位贵宾先跟拿着牌，我们面向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好不好？我们先请来就是大合照，先来我们这地方，我们合照好不好？来合照哈，进没关系，大家开始来了，排排站的，好，就定位了 ，OK， 我们可以看到五位贵宾他们手上拿的分别是预算思维、城市设计、疯狂猫咪杯、创意跟动手做，那这都是这次活动相关的重要的关键字哦。OK， 拍子好了吗？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请五位贵宾一个一个的、一位一位的来把这个字呢贴到我们的背板上面。首先，我们要请刘宇芝教授先为我们介绍疯狂猫咪杯，来，跟上我们这边过来，好不好？疯狂猫咪杯呢，这是我们全国首创的哈，将十二个县市的师生集结到新北来进行这个创意制造的一个交流。第二位，我们请刘丽华经理为我们介绍的是创意，创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之一。第三个，我们要请曾一志副研究员为我们介绍的是动手做，那么动手做是 maker 的基本态度，做也不如起而行，做就对了。好，接下来我们请玉婷主任，我们介绍的是城市设计，这也是近来各国相继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之一。希望大家能够善用科技来解决问题。接着我们请刘先生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最重要的运算思维。好，下次我们看到的那个帅气的猫咪灯也亮起来喽。所以象征今天疯狂猫咪杯创意设计活动正式开始，我们掌声鼓励。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能够带动大家呢，这个运用创意思维，通过创意的设计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非常谢谢哈。这边有这种闯关的疯狂猫咪杯，闯关的这个集点卡，那集满十五点呢，就是每闯过一关也有一点，集满十五点你就可以换取一份精美的礼物，集满二十五点呢还可以再换取另外一份礼物，同时你只要集满十五点，还可以将你的摸彩券投入我们的摸彩箱，下午我们会进行摸彩仪式哈，那我们有非常多精美的好的礼物要送给大家，请大家非常不要错过。另外同时我们今天的各摊位还有进行比赛，除了他们本身做我们的比赛之外呢，我们还进行了一个谁是人气王的比赛，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去闯关的同时能够将你最喜欢的那一个县市的摊位呢，到时候给他一个人气的投票，下午在颁奖的同时我们也会颁发最佳人气奖哦，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这个活动。同时呢，在我们舞台这地方等一下也将开始进行有非常多支优秀的团队的精彩的表演，我们下一个我们第一个表演的团队已经到了吗？我们第一个，等一下第一个会有南翔工商，南翔工商是我们新北市在记忆教育上面呢，可以说是发展的非常杰出有特色的学校，
那么今天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团体带来精彩的演出。好，我们预计呢会在10:30过后，我们舞台剧的表演会正式的开始。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欢迎各位在场的长官贵宾们呢，开始到我们各个县市所呈现的摊位呢，去体验、去闯关，去看看各县市他们的创意的作品，同时给我们一些公民的一些体验。感受一下制造的乐趣哈！来，现在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闯关区，到我们的摊位区去闯关。那么稍后10:30过后，我们舞台会有精彩的表演，我们再请大家来欣赏他们的演出。谢谢，再一次感谢大家莅临我们今天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了我们的开幕典礼。谢谢大家，也祝大家通过今天的活动呢，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开心，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的时光。谢谢大家。好的，那么呢，接下来呢，在植物台的部分呢，大家如果天气比较热了，逛逛了，刚刚很多人一大早就先来逛逛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摊位啊。那么比较热的话呢，在今天我们的观众席呢，都有这今天让大家得的来又困起来哈，而且可以稍微遮一下太阳的地方。那么呢，大家在休息的同时，或者是在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的时间呢，接下来我们植物台呢，马上的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我们的表演团体，那么今天为我们带来非常可爱的舞蹈，我相信。表演，那么呢，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呢是壁咚，女生要怎么样的？